有这么快吗？很快啊，应该有六七十啊。没有吧，风太大了啦。有没有这么快？今天很好滑欸，波波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那个压过的那个 first check 很好。那种。可以压到自己的那安心感，可以靠自己。很好滑耶，就是你要说要滑第一段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不然11点12点还要滑动 run。对啊，一模一样的雪道就玩得不行了，好累，这样。对对对，还好看。超快哦！我看。偷看了。对啊。我看。好冷哦，手。你多少，我就是多少。哇！还没进去的、啊，等一下。他说收讯不好，收讯不好没差，但是他记录照样会记录啊。他 GPS 会记录。对啊，他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的、啊。这里山谷啦，等一下就好了。真的？你现在才一格，等下上到山顶就有了。哇，山顶风超爽。对啊，是我说其实没有很快，因为被风抵消了。也还好啦，下面这个山谷比较没有风啦、啊嗯，只有我以前滑雪是龟速的，很紧张。哦，所以第一次滑那么快又不紧张，就越来越习惯了，这样。对啊，那很好，肌肉记忆，肌肉回来了。对啊，就大师兄都回来了。坏了，他刚跳山梯。你就反着吧，先把它放进来。然后等越过那个柱子就有了，电波不会转弯。那你日文是来做中学？有去上日文课吗？有，算有吧。有，我去给那个人家家教上课。你上家教的？对，一个月上6节课，然后每一节上。两个小时，跟他聊天还是有教材的。聊天还有教材，因为他算是一对夫妻，嗯，老婆台湾人，老公日本人，嗯，然后他们都在台湾生活，嗯，对，然后那日本老公是最近想找一个学生，然后就试验教材，哦，对，试验教学，呵呵呵，对，然后我就去上。哦，在台湾的时候吗？哦，你是在台湾的时候上，因为你说他们住台湾，上差不多一年吧。哦，对，你这样像家教班应该效果很好吧？那时候他就教拿那个字卡，还以为有，然后我就你从零开始的、哦，没有一堂课就把还以为有。但是从头开始的，不是算从头，可是因为之前都看动画那些，哦，那就会很多奇怪的字，那些已经看了很多年，所以蛮语感就蛮熟的。我也是动漫电动起家这样，对，学会一些奇怪的字。那你有考那个吗？有分数，你跟艾斯一样。哦，分数通过了。你们都玩兔。N1还没。嗯、啊。N1还没进考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那N1有一个很大的坎。N1跟兔还有一个距离。对。但是问题是，其实它合格标准我觉得没有很高啊。没错的，对啊，他不是就几乎快要一半多一点就会过了。我差不多也是低空飞过了，但是我觉得考试压力太大，所以我不想再考。哦，已经不想再经历学生时期那个。对，我那时候我的 N3是在台湾自学后跑去考，然后考的最后2个月不念，一个月吧不念书，因为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然后就为什么自己搞这么累？对，另一边还上班，然后回家还要念书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对，后来就放弃了。我前面不是还会晚上
我现在就是啊，我现在不睡觉不睡觉，九点十点就一直打瞌睡，看着电视，然后睡觉，整个台说我在看呢，假装在看。对，他如果关我电视，我会发现。但是我走，我还在看。心灵上在看、欸。你不是在睡着，我还在看。他走回去就去睡。开好了啊。听不了那个声音才对。多吵都睡得着，想睡的时候不管什么都睡得着。很累，我每天都九点十点想睡觉，但是后来就会醒过来。我当时也是。我那中午不睡觉就没精神。你一定要午睡啊！一定要午睡，跟他一样。我以前那个工作真的是累到真的是不睡的。哦，那四年那个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真的很扯哎、欸！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，然后周一到周五。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。你是周二休二吗？就是。对，这算责任制。八点到十二点很长、欸。责任制，然后有加班费吗？应该说到下午五点有加班费。可是你知道那个我们课长每次上去开那个周报，然后他会点名谁加班时间最长，课长都会骂爆。那真的太累了。可是他给我的，我们那间就那间办公室里面，就是每个人都负责分配不同的客户。然后我负责那个客户就特别奇葩，可是他的货源是这种公司里面的占第一、第二大的。责任越大。我才刚进去懵懂不知，然后进去以后就被你们屌。刚进去就给你最大的。对啊。欺负新人。因为其实是大家都不想接。对啊。果然就是。你们是一定丢给新人，但是新人万一没做好也会。高雄薪水给比较差吧，很奸诈。
快的，这辆车动的也慢。要走右边。
坐，啊，乖乖乖。